亚视衰到冇朋友，老臣子都走啊！凌霄市唔紧要，佢只系靠网民帮佢散播言论啫。四十几万嘅点击等于八点收视，收视之冠啊！啊，个台昔日咗55年，做咗18年嘅 PR Gilbert， 心都淡啦。呢18年以嚟，亚视有咩衰嘢都系靠佢去挡去擦。唉，做晒丑人咁，无奈亚视又继续咁出丑吧。啊，真系人系会攰嘅。Gilbert 上个月递信过档 Roadshow， 日前就 farewell 啦。我94年入行咯，即系因为都系全员工啦，我就唔想任何嘢噶啦。咁啊，即系可能管理层或者同一啲嘢，即系大家嘅睇法啦，有啲唔同啦，或者写稿嗰啲同一般人嘅，即系大家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咯。啊，佢醒过你啊 ，Gilbert。2009年亚洲星光大道冠军留咗3年，哇！见唔对路，仲唔出 piece 咩？前晚上劲歌一讲到亚视出身嘅杜汶泽，都话 shame on ATV。喂喂，就话我觉得即系点都要饮水思源嘅。咁你点睇国民教育啊？始终政治嘅嘢同自己又唔系好埋单嘅，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又喺纽西兰读书嘅，我而家连香港考咩试，要咩几多边个系 A 咧，即系几时 A level 我都可能唔系好知嘅，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唔好咁轻易评论住咯，以我嘅呢个岁数。哇，咁惊青，唔通又系有人叫风嘴？